这个是滑到缺料，缺料的一个感受。没有到这边长期，在这边长期没有盖子的时候，它就到这个位置，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没有盖子，这个时候它出现这个，它就会提示说，就是说会在界面报警，会提示说，我没盖子了。那这个时候就是人员要去排查一下，是这边是反盖呢？ 还是说我们的料斗没料了，要需要人工进行加料了？哦，还是其他的地方出现了问题，就是排除在这个前段的一个过程，是吧？好。